大俾我天下，大量嘅藝人回流，好得人驚。點為之大量嘅藝人回流呢？陳奕迅翻嚟開演唱會，唔係收你零錢咩 ？GM 話喺大陸已經半年冇收入啦，今日就輪到 Twins 兩年冇喺香港出現，今日就翻嚟。佢哋話要落户上海同容祖兒，結果今日又見到佢哋。我係 Twins 迷嚟噶，你唔好話我好中意睇鐘欣桐啊，唔關陳冠希事啊，我係真係堅中意睇鐘欣桐。我甚至係佢哋嘅歌迷，因為唱佢哋嘅歌會揾翻我啲十八廿五嘅青春氣息。雖然老，但係真係堅中意。咁佢哋話兩年唔喺度，啲貓都唔認得佢哋啦。而最重要嘅就係阿嬌減咗肥，瘦翻30磅。我相信佢嘅肥係因為內分泌失調，而唔係真係真肥。調理好就好噶啦。而事實上，而家大陸亦都對啲藝人開刀。所有嘅劇集、所有嘅片，甚至綜藝節目，係有幾多嘅比例係俾出嚟台灣加香港，連香港並不是中國演員，所以喺咁嘅收縮狀態底下，即使你 Twins、阿 sa、阿嬌，甚至陳奕迅都可以話俾你聽，你哋已經冇得撈啦！因為廣電總局喺今個月嘅月中16號定18號已經下達咗呢個命令，好多嘅綜藝節目明明拍緊都要取消，就係唔容許有任何唔係中國籍嘅演員歌星參與。所以你見到Twins 又回來香港開20周年演唱會，當然他們成立不止20周年了，不過疫情期間紅館不開，他對上一次在香港開演唱會我都是座上客。今年很好彩，陳奕迅做演唱會我未必看得到的了，這張票可能真的要取消，要告訴那個人聽，因為有人請我看陳奕迅。咁至於 Twins， 希望我有機會睇喺呢度，亦都睇到 Boys 嘅張智恆，而家喺大陸養家，但係借到周身債，好似我一樣爛曬乜。結果問阿 sa， 問阿嬌，佢唱死性不改點，兩個即時耍手零頭，我唔知道，我唔明白，我唔認識。但係人最緊要真係面對現實嘅啫，又唔使咁樣嘅。在這裡都希望阿 sa、阿嬌他們真的回歸香港。近期不單止是的，還有一個鄭伊健，鄭伊健不回大陸，你的大灣仔他不要，他要的是落籍日本，學現在積極學著日文，更重要的就是情願回大陸找人民幣不找，情願便宜一點去台灣拍電視劇，今天回來香港為英皇宣傳。在這裡都要說，香港沒有了陳浩南，大陸沒有了鄭伊健。節目做到這裡，希望大家 like 追蹤 share 訂閱課金看廣告，可以的話加入會員和批准大飛安天，希望得到大家支持。如果12號之前電影上得到的，那對我來說比較好啲，12號之後咁就要諗一諗，因為係啦，拜拜。